范冰冰在微博中晒出沐浴之后的照片，照片中的范冰冰清纯动人，美目流盼，不禁让人联想起古装电视剧中范爷几度美人出浴，大唐芙蓉园中范冰冰体态婀娜，倚靠在浴池边微微入睡，场景甚是唯美。武媚娘传奇中惊为天人的花瓣浴，而在电影一夜惊喜中，范冰冰还献上了一场现代泡泡浴，可谓寸寸肌肤碧玉凉，美人出浴似非方。花千骨中赵丽颖嬉笑俏皮的在池中洗浴，她娇嫩欲滴的皮肤在玲珑剔透的水池中更显白皙光滑，精致的五官，玲珑的面孔，美人配美景，好似出水芙蓉，倾倒众生。《木仪天下》中佟丽娅的出浴亮相明艳动人，略带娇羞却又难掩性感，池水中若隐若现的雾气朦胧，水汽缭绕，使得她多了一丝神秘而性感的气质，美玉之间尽是媚态万千，将赵飞燕这个人物刻画的立体而生动。接拍《白发魔女传》时，林青霞已经39岁，依旧以妖娆妩媚让人怦然心动的练泥场出浴图惊艳全场，这一张张定格了岁月的美人出浴图，至今看来同样让人热血澎湃，堪称荧屏出浴镜头的经典之作。晴雪出浴这一剧情是《古剑奇谭》原著中的经典桥段，杨幂凹凸有致，出浴照尽显好身材，《神面埋伏》里章子怡那幅清泉出浴图堪称永恒的经典，散漫的山花，清脆的竹林，美轮美奂的水墨色彩，以及小妹清新脱俗的形象，至今难以忘怀。作为画皮二的最大看点，周迅赵薇水下性感换皮之唯美魔幻，堪称视觉经典。片中周迅赵薇半裸出镜，五色水光营造的盈盈水汽，欲仙欲醉，唯美香艳程度不言而喻。四大名捕中江一燕半裸半目，魅惑出镜，凌乱的发丝，娇艳欲滴，俗仙美背水蛇腰，再加上一双似笑非笑勾魂眼，眼里藏针笑里藏刀的冷艳风骚，尽管当时暗藏杀机，仍是极尽魅惑。